好，今天我们本来是要去那个 Galaxy Lake 和 Lillian Lake 爬山，结果那个 trail 还没有 open， 所以我们今天临时改到这个什么 Terrace Trail。地图上说这个 trail， 单程 6.7 公里，来回的话叫14公里左右，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山要爬。但是风景应该不错，都有什么河呀、桥呀。这今天有我、Carrie、李燕和 Ella， 我们四个人。到那个 trailhead 是一个 Kananaskis village， 之后是一个度假中心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对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是叫冲一下，重新冲一下能量，所以点了点鸡翅呀、薯条呀，点了杯啤酒啊，喝一杯，等解决完了，我们再往回走。现在2:30，看我们能吃多快了，热死了都。不要照了，都快吃光了。哎，我们要开吃了哟！我们点了那个薯条和鸡翅。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了，之后准备往回走了。之后那些人在那里说看到有熊，结果影子都没发现。哎，我看到吗？很小的。好吧，它在挪动。那熊妈妈应该在附近，因为现在是捕食期，但是这边是很宽敞，所以一般熊也不会跑出来。而且问题是前面有人，就在前面，所以要熊出来的话，估计先把它吃了。看到没有那6个人？
了，这次爬山活动基本就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基本回到 parking 了。这次爬了多远？这次爬了大概，看一下哦，爬了13公里，12.7公里，然后海拔爬的比较少，海拔大概就只有126米，上下山一共126米，走的比较远，不过歇了好久，现在5:15了，我们回去了。这个做结尾不错。